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中房地，我是大齐。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大甲临海农地加两间小木屋。那我们现在位于它的凉亭住，非常的凉爽，凉风徐徐。好，那我现在带大家看它的温室的部分。它有种很多的蔬菜，自给自足，不用上街买菜。好，接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它的工具间。这是它的工具间，做得非常大。如果你非常喜欢你家的，爱你家的狗狗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狗屋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间小木屋。第一间小木屋包含一个客厅，这边是厨房。这边是卫浴，卫浴也有开窗哦。这边是他的卧室，非常完整的格局。好，那我们往这边，这个长廊过后是另外一间小。这边还有吊椅可以坐，非常舒服啊。这间小木屋的话，它比较小，它就是一房一卫。这是卧室的部分，卫浴在这边也有开窗哦。在这边就是门口了，门前这边的前院它也是整理得非常漂亮，每一个植物都照顾得非常好，非常茂盛。好，这个大甲临海农地加两间小木屋，欢迎你预约来看屋哦。